今天要做的手工是这个驴子，然后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有炉、剪刀、尺，然后两张不同颜色的颜色纸，什么颜色都可以啊，你看你的驴子要什么颜色哦。然后我们开始啦。首先呢，我们要量一个12 cm 的这张纸的宽，它的宽12 cm 啊，然后长几长都可以。然后12 cm 之后，我们就画一条线。然后我们在这里多余的地方，我们就画两个耳朵，然后画三个眼睛，这三个眼睛哦要比较大一点。过后我们就在黄色的这张纸那里画一个牙齿，然后画两粒眼睛，然后这两粒眼睛要比刚刚的黑色的眼睛要小一点。然后下一个步骤呢就是剪出来，刚刚我们不是在这里有画一条线，然后我们就剪出来。然后也把耳朵、眼睛剪出来，然后再把黄色的牙齿和眼睛剪出来。过后我们就在这边量一个5 cm， 这边也是量一个5 cm， 画一条线，然后我在这边量一个 2.5 cm， 也是画一条线，就从刚刚那条线量 2.5 cm 过来，这个也是量 2.5 cm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条线来折，这样子堆起啊，然后我们就把两个粘起来。粘起来了过后，我们就剪一半。剪了一半，我们就先放在旁边，然后我们就拿刚刚的耳朵出来折一半，另外一个也是，然后折了也是放旁边，然后把刚刚的眼睛拿出来，然后黑色的眼睛有剪三粒嘛，然后其中一个要剪一半，剪的也是放旁边，然后我们就折这个黑色的眼睛，折下面一点点，另外一个黑色的眼睛也是折下面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就把黄色的眼睛粘下去。然后啊，你要把这个刚刚剪一半了的，然后粘上去的。
个也是，南昌曲折脸。然后我们就把眼睛放旁边给它干先，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出来，然后刚刚剪了两半哦，这两个要粘在一起，但是只要粘后面罢了。然后下一个 step 就是拿这个牙齿，然后折一点点在前面，然后就粘glue在这边，粘glue在上面跟下面，然后就放进去。然后我们就拿出刚刚的眼睛，用 marker pen 来画，因为如果你用笔的话，它可能会烂掉。用 marker pen 画你要的眼睛，把它折一点，然后就把它粘上来这边。另外一边也是，然后就拿出刚刚的耳朵，下面也是要折一点，然后粘上来。其实不用折也可以啊，然后就粘前胡。粘上去，另外一个也是一样。粘上去，然后他就弄一下耳朵，哒啦，就完成啦。